很多东西耶！哇，没关系。我大概9点多10点多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克。喜欢我的频道呢，记得订阅、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OK， 在我旁边的是诺诺哥。大家好。哇，这个台湾飞钓呢，哦，终于比赛来到了第3年。诺诺哥，可是今天有一点毛毛雨。去年的那个比赛的遮雨棚没有屋顶。对啊，搞笑。其实是没带到了哈。越来越完善了，而且听说今年的这个奖品非常的更丰富了。想要知道我们今天的比赛赛况如何吗？记得给我们看下去哦。Go！ 哈喽，平宏哥，嗨，早早早。找，哇，小一哥肚子饿了哈、哦。没错，我今天只是来吃饭团的。好啊，不用撕啦，因为大家都认识，折起来就进去就好了。够了，够了。哎呀，一张嘛，写晒了，反正大家都认识。两。滴滴。阿飞。阿飞，你的摸彩券。哦，果然是这个超二代大饭团，吃得好饱。等一下准备开始比赛。对了，输的有带，五，哎。你要再往上，9:16一年比一年还多。对啊，一年哦，那个天气有点出太阳。对，今年不太一样，有点阴雨耶。对啊，那像这种天气的话，我们在钓的话要掌握哪一些技巧？现在的鱼基本上它是属于所谓的交配群啊，所以呢原则上它会在水流比较快的地方，进水的地方反而就比较不会咬。如果天气比较冷的话，对，会比较不咬。西鱼有影响吗？西鱼因为它不是突然间冷，它是昨天才开始转冷，所以水温基本上还没有降到很低，今天影响应该不是那么样的大，就是微出水也不错。对，微出水也不错，但是不能太浊。今天是就有点浊了，标点要选对，所以可以掌握这几个技巧的选手就蛮有机会。对，那今年呢，其实我发现跟往年比起来，今年参加的人，我是这个新手又幼实习组的。等一下呢，趁大家钓的时候，我来旁边甩两杆。耶、yeah, ！我的开壶小猫，好可爱哦！耶 ，Fly 真的很好玩，大家赶快来入坑哦！锵锵！Thank you.
青猫。这是青猫的。红眼睛，红眼睛。对，红眼睛哎。嗯。好漂亮哦。耶、yeah, ，红眼睛的青猫。漂亮。OK。赶快把它放。因为我是这个新手见习组的。OK， 谢谢。阿克，我刚才上面是看你，你好像玩上瘾了呢哈。再见。哇，这只蛮大的。我这个数量很多哎，青猫15.5，哇！好，好不好？倒下去了，好。后面要登记哦。这里很多，可以吗？这个也很多哎。哇，那林玉志，你今天好得意啊！哦。哦。哇，上面都木孔。我原本乱大，木孔超大的。好，等一下，对，好。这有一只猫啦，我看什么鱼？是不是我两只？哇，很漂亮哦，两只红猫。一只
下面这个红包，上面这个出手，真出手辣，出手辣17公分。哇、哦！目前大猫奖，好，刚刚这边等一下吧，威哥，来换我了，来，小威，威哥，你我多起来，你的装备红看一下，哦哦，没问题，红魔皇姐，十六的质量王多，十六还有一个，哇，小威哥。哟，听说你这个上半场目前领先哎，几只啊？意外意外，34只，34只。哎呦，今年其实不知道为什么都咬水表。我下去不久以后，发现它鱼其实都咬水表，所以我马上把钩子全部换成水表。哎，是，就是钩幅比较宽。哦，嗯，但是因为它钩子是往内凹，所以比较不会掉。不会掉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明天做开始。你想听呀？你自我。我也听过了。睡哦，中一个，中一个。漂亮，木孔。最有冠军相的一位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老哥，比赛结束，热烈的讨论。我才一只而已啊！哦，这红很大只。木孔，之前在矿工院下木孔超多，很冲，超冲。哦，这次就这么爽。对对，上面很多木孔。对，我只教到一只。下半场不清楚，是谁的啊？十一。然后啊，乱发奖。我会在那边奖品，然后大家掉一掉，我可能飞走了。谁蓝山飞走？那管你飞去。哦。好。闹多少？都拱贝尔。三。拱贝尔才大只。是。五、六、七，我这边五只，七、十二，哇，十二，十二只，哇，兄弟，兄弟，厉害厉害厉害，下半场才发挥，哇，你是本来的四倍，那你上半场在干嘛？咱过来画先，今年过来画先，小威你是逐工在这个起饲料的，拢会认得你啊，你来点名的哦。对呀、啊，哦，十八点五，18.5，第一名喽！很抱歉，比赛结果，来宾奖。好，恭喜！这是那个飞钓行者赞助的哦，一号杆。Okay. 好，恭喜！来，上一届的冠军出来颁一下。上一届的冠军今天运气不好。好。OK。来，恭喜！恭喜台湾飞钓赞！哦哦，大哥你最大热色奖哦。对对对。OK， 那今天的飞钓比赛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我的频道呢，记得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来，我们现在这一件最大奖是伊朗教区提供的飞钓衣，质感非常的好，哦，看起来蛮舒服的。有杰西 Pony 耶、yeah! 啊！哈哈，我们巧遇这个即将10万的这个主手，他很久没钓虾，现在都在做吃播。不知道为什么不钓虾？可以点的。